大家喜不喜欢去登山探险？那么今天教大家一个登山探险自救的绳结，学会对你肯定有用处哦。首先我们把绳子对准一下，我这里用粗绳作为延伸，大家看来会更加的仔细。我们首先来看打法，我们首先把绳子打一个单结，这个绳结也是很简单的。单结大家应该都会打吧，是一个最简单的绳结哟。好，这样子打好之后，上面就有一个绳圈。好，我们如果在野外的话，户外的话，找一个树干或者说一个牢固的物体，把这个绳结套过去，然后我们把这一根绳子再穿过这个绳圈，穿过之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拉着这两根绳子下降。因为绳结是两根绳子收的，上面又固定的非常的牢固，所以说一个很好的登山下降自救的绳结，它对你肯定有用哦。当我们如果到了地面的时候，你只要拉这个绳子它就会开了，但是在中途的话你千万不能乱拉哟。很实用的绳结，大家学会了吗？